哎呀，这不好意思说呀，说完事我脸红啊，是不是？不能瞎说呀，瞎说会不好的，反响很大呀，是不是？那反正啊，反正二回呀，该做男人的事儿也做完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拜火去了，对，拜火去了，不错不错啊。该说不说的，那个牛嫂啊，是不是？是晃一下子他就走了，是不是？偷摸看我二奎呢，是不是？还挺生的，还挺生的。那牛嫂在不在呀？你家那个柱柱啊，你家那个柱柱啊，说要，哦，不说了，不说了，怕牛嫂生气。不错啊，不错啊，欢迎那个，不错啊。欢迎那个命中注定啊，对，一个也不缺啊。我有媳妇儿，二婚有媳妇儿有孩子，我没有，我是一个三口子之家呀，是不是？他不能生气。牛嫂听故事呢，听啥故事啊？听那个老虎讲故事的吧，是不是？听老虎讲故事的吧，哈，讲啥故事呢？老虎是不是讲我的故事呢？和牛嫂唠什么都没事儿啊，我知道。我就想知道牛嫂长得为啥那么漂亮？和牛嫂唠什么都没事儿啊。牛嫂啊，在现实生活中啊，离我们家很近啊，离我们家很近的，我们都是一个村的啊。我们都是一个村的，我们都是一个村的，是不是？我和他家那柱柱啊，都是同学，都是同学呀，给你开真爱了。哎呀，啊，感谢啊，感谢啊，感谢命中注定啊，感谢命中注定，我的一生一世的好哥们儿啊，是不是？兄弟呀，兄弟呀。啊，哥哥呀，是不是？感谢你啊，感谢你给二回开的灯啊，激动万千，万千激动啊，是不是？哎，欢迎啊，感谢感谢啊，无法被不是我这嘴瓢了，无法用那个那个美元呢、来美元啊，是不是？就来了一声啊，道谢啊，道谢啊，感谢感谢啊，感谢支持啊，感谢支持就完了啊，那个。感谢啊，感谢我命中注定啊，感谢感谢啊，上炕了上炕了，确实上炕了啊。其实啊，二回不是光棍儿，二回你说的，二回在这个农村里啊，是不是这么努力啊？是不是？哎，来个信息我看一看，就是二回啊，在这个农村里啊，是不是？啊，就是看着老铁们都看见了，是不是？二回多么努力啊！现实生活中啊是看不着，在这个网络里啊，是不是能看着？是不是？啊，一看我二回啊，都不是那个生机取巧的一个人，特别滑的一个人，是特别是一个实在的一个人。你说这样的人，再没有个媳妇儿，那是说老天能怎么能看得过去眼儿呢？是不是？啊，是不是？生活需要啊，那你。3秒钟啊，满足不了二嫂啊！哎呦我的天呐，你咋知道呢？二回真是，哎呦我的天呐啊！那你那干脆别去得了呗，是那个脱裤一秒，穿裤一秒，那个一共3秒，那个还没，哎妈呀，这一天天了，哎呦妈呀，哎呀，那个该需要的东西，牛嫂。都得到位啊，因为牛嫂调理好的，所以漂亮啊。牛嫂会穿呗，是不是？因为牛嫂会穿呗，是不是？感谢啊，感谢支持啊，感谢支持啊。哎呀，在这网络里呀，就唠点家常嗑，是不是挺好？是不是？咱也就是说的，咱也别说的就唠点那个家常嗑，这那的，是不是？唠唠闲嗑呗。花啥整点那个小情绪也行，是不是？但是啊，别太过分，是不是？欢迎啊，金浩啊，不是浩，涛啊，浩，
他是那个那什么，啊，换成个宠妻啊，笑了啥了，笑的。哎，喜欢二回你得点关注啊。 对，点关注啊，不迷路啊！啊，太香了，太香了啊！啊，多想说一声啊，是不是？我的爱的世界里呀，只有你，是不是？对我那个身边的所有那个。 爱我的人啊，和我爱的人呢，是不是？爱的世界，爱的世界，有你呀！哎呦我操！